路，一条条宽广平坦的路，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和梦想，它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节奏，它正在世界的大地上快速欢笑地延伸着。这是一个交通与信息改变命运的时代，这是一个科技铸造精英的时代，这是一个品牌重于泰山的时代。青岛科泰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铸落施工机械研究与专业生产全液压压路机和立足高端结构件的开发与制造的大型企业，以品质引领未来为使命，把不同区域客户的差异化需求作为公司发展目标，在2003年诞生之日至今，在短短的10年发展历程中，从默默无闻到如今，成为国内外厂商和重大工程项目备受关注和首选的路面机械设备供应商之一。2010年10月，科泰重工借助举世瞩目的上海宝马展会隆重亮相，开始大力度的开拓国内外市场，使客户对科泰重工进口产品的配置、国产设备的价格这一特性迅速熟知。在2011年及其之后行业市场大幅下滑的局面下，面对严峻形势，科泰重工在产品结构、服务、品牌等方面做出了及时调整，形成逆势增长局面。国内销量实现了持续同比增长，海外业务也取得了新的突破，多单大宗出口订单频频签订，堪称为寒冷的工程机械行业送来了一股暖风。遍布世界各地的科泰压路机正日夜进行着高效率、高质量的工程建设，科泰的产品远销澳大利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埃及、巴西、智利、埃塞俄比亚、印度、伊拉克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国内到国外，科泰压路机正成为高标准道路的建设者选择的目标。随着科泰重工社会知名度的提高，各界媒体也对企业进行过深入采访，使社会和公众越来越关注科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对科泰重工做了详细的采访和介绍，展现出了一个以人为本、奉献社会的企业新形象。2013年，科泰重工 KS25S 型全液压振动压路机获得中国工程机械领域年度 TOP50 最佳产品奖，这也是科泰重工连续3年斩获这一殊荣。人才是企业快速发展的引擎，科泰重工坚持以人为本、持续创新的经营理念，不断强化自身后备人才的培育，是科泰重工得以快速发展重要原因，被行业媒体誉为站在巨人肩膀上迅速崛起的科泰重工。技术是企业快速发展的关键，10余年来，产品围绕铸氧路施工机械、环保设备领域，在前新及朱家之厂的创业阶段，不忘大胆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产品是企业快速发展的核心，公司定位全液压压路机产品引领和符合国内外市场发展的趋势，科泰重工也逐步成为行业全液压和高端压路机产品的代名词。技术先进、价位适中是科泰重工持续快速发展的法宝，服务是企业快速发展的保障，科泰重工率先延长3包服务期，
实现终身免工时费，积极开展差异化巡回服务等一系列服务措施的完善实现，得到了广大客户的好评和称赞。科泰重工主导产品全液压压路机，以国际上最先进的静液压传动形式，一路引领国内压路机技术发展方向。主要产品有 KS 系列全液压单缸轮振动压路机、 KD 系列全液压双缸轮振动压路机、 KP 系列全液压轮胎压路机、 KC 系列垃圾压实机，四大系列60多个品种，基本涵盖了路面工程项目压实机械所需。 KS 系列单缸轮振动压路机具有全液压两档无级变速驱动、双频双幅振动、液压绞接转向、机电液联动控制，该系列技术性能先进，结构为国内首创，获得多项专利，代表了我国压实机械的水平和发展方向，达到了国际当代先进技术水平。 KD 系列双缸轮振动压路机由科泰公司自主研发，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独特的楔形机构，方便贴边压实的无框架车架结构和能够180度旋转的座椅。该机一经推向市场，就受到客户的广泛好评。 KP 系列轮胎压路机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由此实现了我国轮胎压路机的驱动方式由机械传动向液压传动的革命性大转型。无级调速实现了双控位无级变速，减少了机械传动式的离合、脚刹、脚踩油门等操作，减轻了劳动强度。科泰重工产品主要配置均高于或等同于国内外一线品牌。一、发动机方面， KS 系列分别配备了性能卓越的围柴倒一磁和上柴发动机， KD 系列配备了国际知名的康明斯发动机，KP 系列配备了围柴倒一磁发动机。二、液压系统方面，科泰重工全系列产品均配备高可靠性的国际知名品牌萨奥和利士勒液压件以及Eaton液压交管接头。三、振动轴承方面， KS 系列采用美国铁姆肯轴承， KD 系列采用德国 FAG 振动轴承，核心部件全进口，大大提高了整机的可靠性。青岛科泰压路机性能已达到进口机水平，我们很满意，性价比高，很省油，可根据需求再增加科泰压路机。在人民遭受苦难的时候，作为军人首当其冲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复员后，科泰重工帮我顺利找到了人生目标的方向。性能很稳定，用着很满意，效率很高。这已经是我的第三台设备了，质量和服务我都很满意。这穿越的这个设备性能还是比较好的，最理想的这个机械很稳定，给进口车近似。科泰重工的结构件业务主要为国内外知名工程机械主机厂配套挖掘机、装载机、压路机、叉车等，年配套高端结构件达到6万余吨，稳定的内在质量和漂亮的外观质量，深受各主机厂家及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科泰重工始终以市场为导向，把顾客利益放在首位。全液压压路机的高效、节能、环保正在逐步为国人所了解。科泰重工把全液压的压路机取代机械驱动的压路机作为我们的使命。我们致力于全液压压路机技术的改进和创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满足客户需求。我们的神圣使命是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以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科泰重工终于迎来了今天的累累硕果，大鹏展翅，当搏击长空。科泰重工在建设世界级筑路专家的征程上，正一步一个脚印的稳步前行。争胜创新，务实开拓，是科泰人恪守的信念。面对未来，科泰又在描绘了更加广阔的企业愿景。我们的愿景分两步，首先要把全液压驱动的压路机做到中国的领先水平。实现了这一步之后，科泰重工将会在路面机械整个行业做出新的贡献。公司规划到2015年实现年产销各系列产品2000台，结构件15000台套，销售额15亿，初步完成公司国际化布局，形成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到13-5末，公司目标成为国内筑路、养路施工机械的领军企业，跻身国际筑路、养路施工机械行业第一军团，成为世界筑路施工机械及高端结构件的重要力量。品牌创造价值，品质引领未来。当科技日益提高并改变我们生活现状的时候，当脚下的路引领着我们走向美好明天的时候，我们感到了无比的欣慰和骄傲，因为我们成为了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